不知道怎么跟他说。歌路大不相同的两人讨论歌曲，可花费了一番功夫，从中文歌、外文歌一路讨论到台语歌。但由于斯乐宾对国语歌曲还是相当恐惧，楚宁学姐就决定配合学弟来挑战台语歌喽。你确定你不能唱国语歌？英文好了。中文歌就是怕咬字。是啊，我好害怕，我觉得那是我的自我突破挑战赛。很少在比赛中演唱台语歌曲的楚宁，对于这次的演出非常没有信心。在彩排时，不安天后的不安症又发作喽。对啊，因为我是学妹的呀，比他还担心。比赛前仍是感到万分紧张的两人，能够克服不安，创下佳绩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想听人欢欢拢是